Hello，又来到米特的直播嗨，大啦！家好呀！来，礼拜二的8点呢，就是我们米特的直播。那每次呢，主题都不一样。我们现在比较多一个呢，就是直播的特卖。但是说特卖之外呢，我们平常也是有非常非常多促销的。你说是不是啊？没错，非常多促没销。错，对。那我们今天呢，就帮大家做一个懒人包，帮大家准备了，好，对，我告看诉到我们你，后面对这我么们。多商品，是我想对，要介绍的东西。是的，没错。我们把我们现在有的促销，我们促销其实会一直的更新，然后也有可能来个短期，所以你要随时的 follow，好不好？你要随时 follow 好之后，你就可以不会错过任何促销。那像我们的官方 LINE 啊，或是 LINE 社群，你还没加入，那你就要赶快啦，因为 LINE 社群就是大家聊天的地方。对，那官方 LINE 呢，你只要有加入，平常不会打扰你，好不对，好？除非就。你有事情想问的话，就可以在上面对，留它言是可以啦。直接私讯的。那你也对，可以输入数字二、数字三，就会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米特最新的活动，那常常在更新的。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私讯询问一些问题，就是一对一的，这是官方 LINE。那如果你要跟大家聊天，LINE 社群加起来，好不对。好？所以今天如果你有看到任何喜欢的，你如果不好意思在上面留言，你也可以直接私讯我们，私讯我们。当对，然啊，不只是官方 LINE，你如果要在 FB 这边私讯，好，也可以，你只要有办法联络到我们。都行，好吗？对，好，好，那我们今天呢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呢是要抽奖的哟。要怎么对，抽抽呢？奖的好棒哦，要怎么抽呢？我 就是请们大留言家留吧，言分享，好不好？你对，分享完之后呢，公开分享哦。对，要公开哦，没公开抓到打屁股啊，没有可啦。以分到时候打屁股了。好啦，就是你只要公开的分享，不管是个人页面或者是社团，你只要分享出去。那你我们的次数就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累积，哎，所以你一个人可能可以分享可个能好十几个次、人，20次，好不没好？我们错。满20次抽2位。那，哎，没有啦，这是之前的一个方式，差点忘了。没有，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想说好，每次大家都想说这样子的方式，那个有时候可能要看到最后嘛，对不对？我们一定要看到最后的啊。那在这个中间呢，或者是比较后面，我们今天不定时，我们就来抽奖，好不好？我们就是先持续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分享礼，3双袜子。哇塞，而且哇，这个是蛮好的，这是这自质感家感觉不的，错嘞！对，整包好不好？直接3双带回去。那抽奖的方式呢，非常简单，我们等一下呢就是玩一个小游戏，所以你不要错过，然后也要一直持续的关注着，好不没好？我们错，游戏开始之后，就直接你手速还快，然后跟上，耳朵要听好，你就把它对，带回，你就有机会把它带回家，好不好？所以就赶这么快，简单，所对。以呢，持续先帮我们分享，因为我们这个是要跟分享者们一起对，玩的哦，赶快好不分好？享给更多朋友进来跟我们一起对，玩抽奖活等一下小游动。戏玩，然后你没有分享，你就没办法参加喽，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非常多的促销，我们第没一个呢，错，我们第一先个是来，什么呢？对，我们先来介绍这个男子跟台中门市限定的。对，门市两个门市限定，男子跟台中门市限定的，这要个活动将。呢，就是你只要买电电脑脑或者是笔笔电，记，那我们就可以免费帮你贴 iPhone 的保护贴。那我们型号呢，就是有非常多，那我把它贴在留言，我们就就不一一是念了，好不好？基本上 iPhone 啊，iPhone 12啊，对，十十二二到 Pro、十十三啊、四，14 Pro 啊，对，哎，都都有可以好贴。吗？对，你那如如果果是，你是那种12以下的，你可以私你可讯以看换手看，机，对，哎，不是。没有，你可以私讯看看我们，看我们有没有就是有库存的贴可以帮你贴这样子。对，好的，那我们这个呢，先把这个内容呢，资也讯是贴到对，贴在那留个言有区给趣，你对，们。就是买电脑、买笔电就可以免费贴一次这个爱，你的是手机就可以的，帮免费贴，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哦。那对，我们今天的这个长促销呢，就是给大家。好好的看一下子，在对，留可以言贴一区。下，就是对，可以免费放你的 iPhone 12，或者是12、13、14帮你免费贴。对，所以你只要购买我们的电脑跟笔电就可以贴了。对，没错，你只要超购级入棒电的脑的服务，话，然后笔电的话，你就可以，很，手机顺便拿出来，我们免对，费很帮棒你的服贴。务。那我们现场也都是有在贩售
很多款的这种保护贴的，所以你也可以来到门市上询问，那也可以先在线上询问也是可以的。对，那今天小游戏的礼物是计价潮袜，就是一组三入，市价是399，所以呢，给大家看一下，你只要有参加今天的小游戏，你就有机会拿到哦。但是我们这个就是跟分享者一起玩的，所以你必须要赶快赶快的帮我们分享，好不好？进来的朋友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没错，那像这样子的话，保护贴你就可以直接这样贴的好好的，我们就帮你。对啊，对你就是拿到你的新的主机电脑或者是笔电，你就可以免费的帮你贴保护贴一次。而且这个保护贴它是那个就是满版的，然后它有亮面跟磨砂的。你要自己选，可以选择。好的，刚刚讲话老红，保护贴没关系。那这一个活动呢，是男子门市跟台中门市限定的哦，所以呢，哎，高雄朋友就来到男子门市吧。那台中的话，就到我们台中门市。没错。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个商品是什么呢？来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线材啦。Polymer 的专业线材。没错，那我们现场拿了几个，就是大家看一下，哎，插座啊，线材啊，到直播间来给大家看。那大家可以插座的部分，对，但是因为我们是全系列，我们好不好？我们全系列任三件九折，所以不是只有我们手上这几款哦，好不好？对，是我们整个全系列的呢都有任三件九折，你选你要的，那选三个，我们直接九折优惠。那这个活动呢也是男子跟台中门市限定，诶，所以一样高雄的朋友就来男子门市玩吧。台中的话就到台中的门市去玩。对，那这线材、这线材我觉得很棒，就是它有保护，诶，对不对？对，没错，我们的这个线材它不只是好用，它还有保护的哦。没错，我就不用怕说就是像夜市那种就是用几下就坏掉了。没错，这个有保护，所以就大家可以安心使用，不用太担心。对，不只是线材优异，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状况呢，诶，随时，因为你在门市限定活动嘛，你就可以随时到附近逛逛玩玩啊，然后就顺便，诶，就是把线材拿来，就是因为有保护，你就可以来做一个维修调整，都是 OK 的哦。那这个活动是男子跟台中门市限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哦。那你也可以来到门市的时候，你也可以顺便玩我们的赛车模拟，对，飞行模拟，没错，都是可以直接就是坐下来玩。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也不用担心，哎，我们门市的人员呢都会协助你，你都可以试试看的哦。对，真的蛮好玩的。虽然我那时候赛车游戏的时候一直撞墙，就是，但是真的蛮好玩的。对，我们其实有很多都是哎又好玩，那也有很多就是实用的商品。那今天也有就是哎可以帮助你。就是在路上啊，有帮你更加速的东西，有没有？你知道是什么了？我们晚一点再告诉大家。你已经知道我在讲什么了，知道，我知道。是的，那这些呢活动呢非常非常多，那大家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官网或者是在官方 LINE 社群都可以再一次的看到。想要问的话，也可以直接私讯小编询问详细。那跟大家强调一次，刚刚讲的这两个活动呢，都是男子跟台中门市限定的。我们的地址已经贴在留言区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直接过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它三件九折嘛，那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出门就是会用到手机嘛，嗯，然后有时候没电，那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趁这个优惠的时候买下来的话，就是你可以买四条线，或是说对，你可以自己备好，你可以三条线，然后你就可以放在啊，不是这个三条线，然后是线材，对，没错没错，你可以买回去，然后可能放在你的包包里面啊，或是说房间，或是手机，什么。办公室，对，办公室，对，你都可以随时的，就是对，就背着不用一条线带来带去，你就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放一条，对，而且刚好优惠活动，就大家就是可以买起来。对，那如果呢，你是就是有来到门市嘛，我们门市呢都有那个充电站，我们有那个行动电源，你可以来租借的。那这一个详细呢，我们是限动的时候都会发布。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我可以在那边租借充那个。行动电源想到详细我们私讯，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还是讲促销，好不好？但是呢，如果你行动电源没有线材不行，哎，直接带走也是 OK 的啦，好吗？对，好的。那我们刚刚讲到，我们除了就是有这些线材呢，可以使就是购买使用任三件九折，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大家热爱的，你的快乐就在这里的。这样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到这台了吗？我们这一台呢，我们就是他刚刚呢，就是我就询问他，就说，哎，你有没有玩过我们的电动滑板车？
就跟我说没有欸，立刻跟他说我们这上面挂了一个小牌子，上面写啥？上面写欢迎试乘，没错，你只要有来到高雄男子店呢，你就是可以试乘看看，可以试骑、欸。其实我们蛮多客人就是都是来到现场，然后在外面观望了一阵子，然后就说这可以骑吗？这可以骑吗？啊，这个可以折叠吗？这个是不是可以放在汽车，就是后车厢？然后我就说对啊对啊，你要试吗？一开始大家都会很害羞的说，没关系啊没关系，我看看就好。但是呢，其实这个呢，你就是现场有试过，你就会更知道它有如此的方，就是多么方便。就算你没有试过，其实你在路上应该也看过很多哦，看到蛮多的，超多的呢。现在好像很多地方就是大家很常会骑这个，而且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其实他们也是现场会有一些租借的，可是通常呢，也这不是很好遇到，还没有那么的普及啊。你自己带一个比较方便，好不好？对，没错，没错。而且这个如果像那种不喜欢走路的人，可以骑这个。不喜欢走路是不是？对，不喜欢走路、欸。其实这个你如果是放在公司啊，还是什么，你如果出去买饭，或是对，或者是你、啊、忽然缺什么文具，你是要去那个文具店的时候，哎、欸，你就可以骑这个去。没错，我觉得骑这个出去比较帅。对，那像这一台呢，我们是真的是，基本上是只要看到它，就是算是人见人爱，真的。对。那像这个我们目前呢也是有一个优惠的优惠活动，对，那这个优惠活动呢我们就是有把它列出来给大家看，就是这个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像这一台是就是黑灰色，它是 D18W、嗯、那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目前是多少哦。嗯，它原价是16800，那它现在的优惠活动是只要特价1111111，我刚才在算有几个，我刚才算几个一，那是要几个一嘛？放心啊，不会是十几万或几百万，好不好？五个一，对，它是五个一。我刚才说我是不是看错了？好，然后它续航力是18公里，然后车速大约是25公里。好的，那像这个呢，它的续航18公里的话，基本上它这个车速25公里这样一个小时，其实它很久。对，那其实你要充电，除非你就是狂骑猛骑，不过我觉得还好，因为大多骑着它，大部分应该都是会在很附近啊，或者是就是出去玩，你怎么可能出去玩然后都骑着它，24小时骑这个，你就算去景点，最多也是逛一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已经很紧绷了吧？你应该不可能都一直狂骑。对对对，那基本上就算你一直长时间的骑，其实也还好，因为它的这个就是续航还。也都是很够，你基本上充电，就算你好真的需要充电好了，它也其实也很方便，你就是直接充电把它这样接起来，然后呢、就是给它充电就放着不要管，然后一下就充好了，然后你就可以继续骑它啦。真的，安安啦、啊、安安啦、啊、Hello Hello Hello， 要记得帮我们分享哦，分享对，大家帮我们分享，对，我们今天抽奖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然后呢那个这个促销呢也是给大家就是告知一下，让大家把握起来。那当然我们今天讲的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促销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会陆陆续续的不断的更新，所以你要自己要 follow 好，好不好？你一定也要抓紧我们的一个最新关注好。Dennis 跟我们说新年快乐，赶快我们也跟他拜拜年、新年快乐，恭喜恭喜。诶，其实我们现那个福箱啊，就是算是真的很热卖，也是要感谢大家的支持。对，但是你有买对不对？你也，我上次呢，你也有跟我们说你很喜欢你的东西。那我们呢，就是福箱，感谢大家的支持。对，那我们明年你们喜欢，我们就讨论看看是不是继续，是不是好不好？要确认一下。对，但是呢，新年福箱真的是一个算是每年过新年。福袋福箱买起来就是要这样玩，对不对？就是要这么好玩，那是过年的小游戏。对，而且我们这次很好呢，我们这次是有分888跟2888，等于是小资或者是，其实我觉得 OK 啊，这个价格大家都 OK 的。但是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好，我想要买小箱的，就是或者是买大箱，或者是之前有一个观众很厉害，他跟我们说，欸，其实如果要增加那个刮刮卡的中奖率，我应该买小箱，买三箱。哦，会分散那个风险。对对对，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拿到三张，2888你就是拿到一张嘛。那如果88你就拿到那三箱，价格好像跟2888
差不多，嗯，但是你就有三张的机会，但是也是要看啦，因为大象的东西就可以装比较多，对，就可能会拿到更好的东西这样，嗯，就是可能高单价或是体积比较大的，哦，你买了一大一小，你买两箱，对啊对啊，我就想，我就记得你是，我主要比较记得是你之前买那个大象的，因为里面有那个像是大象里面可能就会有比较好啊，进化什么、啊。其实如果你有买的话，你也都可以就是欢迎就是 tape 我们。但是现在应该也算是新年的尾声了。对，接下来即将呢就是二月是什么节？二月二二八吗？哎、欸，二月二二八再往前一点，元宵节。元宵，嗯，那还有情人节。哦，对对对对。哎、欸，对，那像这个呢，如果你是一个人骑，那、当然我们有特价；两个人骑，再给你更特价。情人节好不好？就是你可以跟你的亲人朋友啊，情人啊，就是对，你可以有一个一起买，好不好？我们来一个甜蜜的合购价，合购价就是两台。对，那我们两台呢？哎，刚好一个是黑灰色，一个是红色，哦，情侣款嘛。哎，情侣款。那我们甜蜜合购价呢是27988，27988、哦。没错，原本是要多少钱？39600元，原本两个合起来是要三万多。Dennis 哭哭说：“我就一个人，没关系，没关系。你我跟你说，这个在路上呢，虽然说也算常见，但也没有到摩托车那么多。你就先来一台，然后去一些地方就是游玩啊，公园啊，广场啊，骑这台回头率很高。哎、欸，真的，就是骑到路上哎、欸，怎样回头率就大家都在看我，对，回头率爆表。可是通常就是因为它速度也蛮快，然后回来就狂飞。对，我想说好了，我就看吧。所以大家好像大家看的就是这一台，你想说哇哪来的啊？对，就在哪里？米特三七四位。没错，你可以来男子试骑看看。哎、欸，对啊，你可以直接来试骑，试骑有喜欢直接骑回家。对，没有，要付钱。哦，要付钱，好，要付钱。哎、欸，还没讲完，就是你这一台呢，对不对？你的回头率很高。对。然后呢，当人家就问你说，哎、欸，那你这是哪里买的、啊？还是或者是，哎、欸，你这不错哎、欸，你就可以跟他就聊天啊，哎，聊天聊起来。对。然后你可以跟他说，哎、欸，如果我喜欢的话，就是你。赶快这一台就拿去孝敬，没有，所以我是新的拿去孝敬，然后再跟你这个新认识的朋友，你们可以一起合购，哎，我们就是甜蜜合购价，哎，省很多呢，对啊，省超多的，省超多的，三万多变成两万多，对，原本是39600，现在变成是27988，那我们呢，如果你是什么哈？一次那么好了，我们可以分期，好不好？我们可以分期，对，不要担心，没错，不要担心，没错。那哦，我这个连结呢，一起给你们好了。这样如果有人是哎双开啊，你们就可以直接给他连过去，没错的，贴一下给大家啦。就放到那个留言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点我们的连结去看看。是的，是的。那我们这个呢，就是不管你是想要黑灰色的，还是想要红色的，嗯，其实都蛮好看，但是它会稍微有一点就续航跟车速的地方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呢，我是个人觉得光它就是速度也很够，续航也很够，但是要看个人的使用习惯。你可以再详细的在我们的页面上，在选购前可以顺便、就是、去浏览一下。对对，浏览一下。那像这个呢，哎、欸，你可以给大家展、哦、稍微展、这个、展示一下，给这个是你来定，你来定。哦，有点大声。哦，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提醒那个前面的可能有那个我来了玩手机的，有没有？要注意一下，哎、欸，我来咯，哎、欸，我来了，我来了，好。然后提醒一下，对。然后像这个呢，它其实握把上面也是有一个，就是、嗯、这个就是防滑，能让你抓紧，就不用怕说起来要滑掉这样。然后它这边呢，就是也有一个荧幕的面板，你开机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就是稍微这样微微的滑。你是不是很想滑？有一点欸，有一点哦。我们等一下就现场，欸，其实我用讲你应该马上就 OK。我们等一下把它开机，开起来。好，欸，你把它开机之后，它其实可以跟你的手机连线。哦，啊，李哥来了，嗨嗨，我们在讲电动滑板车，你有没有兴趣啊？对，有兴趣的话呢，现在一台有特价，两台有甜蜜的价格，有更甜蜜的价格。对，没错。好，我现在跟你说，超好记得，他完全没有试过，对，完全没有骑过，他马上就可以记起来，因为就是这么简单。好，等一下你就先开机，嗯，开机。那开机之后呢？这是要长按吗？微微的，好像就是按好了，哦，按一下就好了。然后它现在这边，它上面面板呢，诶，不好意思，因为我没办法这样往前这样弄到，嗯，但是它这边就是有个面板，好不好？它现在有个零嘛，对。然后等一下你就微微的用脚，微微的往前滑，它这个数字就会1234566往前，微微的往前滑，它就会动。到四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按钮
按下去。我现在这样按没事，因为它就是它要到四按的时候，它才会加速吗？自动加速。对，它是怕你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在等红绿灯，然后如果它现在零，你红绿灯停下来一定是零嘛。你在红绿灯如果不小心按到冲出去，那就危险。所以你一定要先滑到四，然后再往前，它就可以跑了。有没有很简单，这就是安全机制的概念。有一点，哦、嘿，有一点，那就是这样子往下，而且往下也不会说哦，就是很不好超过，就不会，就是大拇指这样直接给它就可以了，对，这样翻下去就可以了。然后呢，有人的时候就给它叮叮叮叮，好不好？就给它叮，哎、欸，或者是你直接用喊的也可以，让他来呀、啊，我来呀、啊，我来叮算哦。对，那因为目前我们这个画面高度的关系呢，可能折叠下去你们看就看不到。但是呢，它很简单，它的收纳方式就很简单，它就可以把滑板车是这样子，直接就是可以把它折叠起来，抬上去你的后车厢，就像折叠脚踏车的概念。对啦，就是大家都有试过，一定 OK， 或者是应该更以前大家不是玩电动，是那种那种那个不电动的人工，对不对？应该是一个小时候都也多少有玩过这种。对，那现在呢，我们省力点，好不好？对对对，省力点，用电动的。好，迫不及待哦！去哪边试骑呢？后面给你这样骑过来骑过去一下。好的，我先去了。好，它底下有一个可以踢开的，啊，小心一点哦。欸，我们稍微记一下。我们呢，虽然画面有限，但是呢，这样看得到就让你，我去后面就让你稍微试试。欸，其实也看得到啊，对不对？子婷来了，刚下班，嗨。我们小编呢，现在正在玩他的这个电动滑板车。电动的啊，电动的，这边可能没办法到四哎、欸，因为我怕我为了用到四的话，你先从远一点的地方，然后直接往前撸过来。好的，我去可以的，可以的，你从比较远的地方直接四，然后就我们就会直接看到你人在上面冲过来，过来了这样。好的，跟你说哈哈人雷，可以吗？可以吗 ？OK OK， 好，我们可以再推一点点齁，等一下就会溜过来了。啊，你要及时刹车哦，我们不要看到恐怖画面哦。那个撞下去的部分。哦，有没有？哦，有没有？有没有？哦，你看它，好好玩哦，是不是？他一定没想到他的电动滑板车的，就是什么初体验，竟然是在好玩在直播间。那这个是什么牌子呢？这是我们的9号电动滑板车。欸，我把完整的名称呢贴给你哦。太好玩了，对，子婷喜欢这种速度感的，这个平日呢，就是也是可以很适合你给他带回去 的。而且他那个加速的时候是还蛮刺激的，就是你刚开始因为你用脚滑了，是，然后你滑的时候，因为他速度不快，然后后面真的滑到四的时候，然后按加速的时候，他就这样冲出去，那种感觉就很好玩。他现在完全就是都沉浸在那个世界，对，沉浸在世界，初体验者的真实，太好玩，真实感受太好玩了。真的，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男子店来试骑，真的。对，或者是你如果网购直接回家骑也是很 OK 的，对，因为它就是这么的实用方便，没错，而且现在又有优惠，笑哈哈，现在又有优惠价格，所以大家就是可以买起来。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是的，而且我觉得，就算你觉得我会喜欢吗？我会有兴趣吗？我会感到快乐吗？告诉你，一定会感到快乐，你就会喜欢了啦。而且呢，你现在是买一台有特价，不管是哪一种哦，我们可以不管是 D18W 或者是 D38U 的都有，好不好？都有，没错。9号是哟、哦，我记得这牌子有出卡丁车诶，诶，你知道很多，没错。那这样子的话呢，诶，你也可以实际来把它体验看看，不管是你要来，就是有机会你再过来男子门市的话，你都可以试试看。那如果是直接想要就是亲自那种寄送到你家，然后立刻拆完也是很 OK 的，只要记得充电，好不好？好像不错，真的。然后就可以骑那台电动滑板车出去买东西了。是的，超赞的，是平衡车装卡丁车的赛车套件，没错。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在就是浏览的时候一起把它这些详细内容呢都是一起给他看过去的，好不好？没错哦。那我再把这个连结呢也是都贴给你们看一下，到留言区给大家去详细的更详细的去对知道。我们其实各平台都有上啊，我们各平台都有上架，不过我这边呢就给大家贴比较常用的官网啊虾皮，那在其他平台也都是
可以的，因为其实你最常用的是虾，对啊，虾皮啊，虾皮吗？那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我们还有什么露天啊，哦、乐天啊，就看大家习惯用哪一个平台。滑板车有卖，卡丁车也会卖吗？卡丁车目前据我所知不太确定，但是没关系，我们也可以，哎，子婷帮我私讯很好吗？如果是有特别想要询问的话，我们请我确就是确认完之后，就是小编再回复你好吗？对，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呢，滑板车呢玩完了之后，你也可以带回家继续给他玩，好不好？哎、欸，一台再讲一次哦，一台有特价，两台甜蜜特价，对，太棒了。好，我们小帮手也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就是卡丁车有没有，那我们再跟子婷说好吗？那我们再继续看我们的促销喽。那现在这一个呢是 EJ 里这个蓝牙无线音响，好不好？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有两台，对，两种啦，应该说是、就是因为它这个呢它有黑色的，那也有白色的，白色的、那这一个呢它有三种颜色，三种颜色，没错，黑色，然后沙色，然后还有一个是好像是绿色吧，是吗？有黑色、沙色跟那个军绿色，对对对，没有记错，没错。那我们这个呢，这三款呢，就是这个有三款颜色。那这个呢是有两款颜色，都有做优惠。没错，没错。这个呢，两件以上呢，它是就是八折。没错，我看一下。小的这一个呢，它是复古的。对，它就是你只要选越多，你可以，因为它是可以串联的，越多台。哎、欸，折扣越来越多。那像这一款呢，哎、欸，最高最可以想到85折，那这一款最高是想到8折，好不好？你都可以把它串联，直接做一个环绕音响。对，就是对，就这样，很多台这样。没错，那我们现场也可以让大家试试看，对不对？示范给大家。那你要先试，我们放这台，先放这台。好的，那我现在先把这个音乐先暂停一下，我们实际来听听它的声音。我们放这样子。可以吗？哦，他这个真的是很酷哦。他重，不会太大声，不会太大声。大家耳朵还好吗？拍谁？拍谁？但是他的声音真的很不错，他的重低音超赞的。对，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到我们现场去，现场我们男子们是来听听看。对，可以连自己的，对，自己的音乐，然后在现场试听哦，是 OK 的。因为他很酷哦。来，大家看一下。对啊，我从前面一点。对啊，我们这牌子的喇叭也是有的哦，而且它会跳动，蛮多朋友都是有直接有看到说，哦，我们是有实品放在门市的，就会直接前来到现场的。好，我先听一下声音。你看哦，就是它这边会跳，那个糖果会这样跳，有没有想到？超就它的震动是蛮强的。对，哇。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现在这一款呢是黑白两色，对，黑白两色，对，我们这个详细的内容呢也给你贴给你们大家留言区，大家那当然啦，还有卖场也都是一并附上，那你也都可以到我们是现场直接来试试咯。对，然后它是 IP5 的防水等级，然后它还有那个固态的微粒防护，没错。那像这个呢，有 2.1 升到65瓦的大功率输出，那还有四种的播放模式。那有防水呢，你也就是比较户外还是什么，如果忽然临时室内户外都可以用。对，没错。临时下雨的话，你也不用怕说台湾是的会坏掉之类的。而且它也可以就是语音助理随口随到，直接像是哎、就是你的 Siri， 就像 Siri， 嘿，没错。那像这个呢，大家可以直接就是它的重低音这种感觉，重低音真的很赞。对，它的重低音是很强的。对，如果有兴趣，对它有兴趣，可以真的到我们男子门市来试试看，真的去现场享受它的震撼。对，而且它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呢，它就是串流越多省越多，最高呢，我们这两款它就最高可以想到八折，那这个呢就是最高到八折，这个呢是85折。对，这个复古的。对，大家看你比较喜欢看哪一种？哪一种？对，哪一种？因为有的可能比较喜欢小巧一点。对，就是看你们喜欢设计，对，或者喜欢颜色之类的。好，那小的这一款呢？哎、不要玩糖果，跟你说不要玩糖果。OK， 可是有没有直接看到那个跳动？对，跳动真的是
震动的幅度很大，对，直接，所以代表它的重钉真的是很强的。是的，没错。那小的这一款呢，它是2023全新复刻版，对，它总共就是有三种颜色。没错。那我们会连接在这台吗？啊，这台没有不。好，那我们就再让音乐先回来，继续吧。好吧，okay， 我们先让音乐回来。OK， 好，请好，请播。好，那像这一款呢，它就是2023全新复刻版，因为它真的是评价太好了，大家就说回来，我想要再看到它，好不好？因为它后面有个是，我觉得它这个外形也是很好看，嗯，而且它比较方便，就是手比较小的，这样抓就可以了。哎，这还是小手人的是贴心。那这个的话，可能比如手太小，可能会抓不住，就是两个这样子抓，这样对。是的，没错哦。那我们像这一款呢，它就是50瓦的大功率输出，也是低音震撼，也是高音细致的，好不好？然后这个我们之前有拍过影片，大家可以去看，大家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影片回味一下，详细的给他看了解一下啦。那像这个它在人声的上面呢，也是非常饱满，就觉得哦，阿妹在我们唱歌，对，比较洪亮啊，令在旁边，那个人声会比较洪亮一点。对，然后或者是大家哎，什么九令就在旁边，周杰伦的声音这个。感觉就是更清晰了，更好听了，哎，对不对？不错，嗯，也不错哦。这个好像懂你哦。好，那它也是搭载蓝牙 5.3 跟高速晶片，音质是非常稳定的，那连线速度也非常快，没错。那也是IPS 的7的防水等级，嗯，还有抗震防摔，嗯。对，没错。但是不是真的要你去？不用你不要就说，这抗震防摔，我丢看，我试试看，不要。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只是，哦，不小心而碰撞到啊，就是，或摔到，怎么样？对，还可以让你就是稍稍保障一下。那它是有三种的 EQ 模式，分别是均衡的模式，然后重低音模式，再来就是户外模式。所以这两台就是居家户外都可以使用的蓝牙喇叭。没错，那来各位可以跟我们就是小小的心里先小小的投票一下吗？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哪一个呢？乐莎浅浅，那这个浅浅呢，我来看一下哈，给到你是想要比较喜欢哪一款呢？那像这一个呢，我们这个复刻，哎，这个我们先说这个好了，哪一个？这个，你说哦，黑白的吗？这个，它目前的话呢是，我看一下哦，它原价呢是4788，那你就是买越多个呢，就是越折，对，折的越多。那像这一边呢，就是直接给你最高到8折。那另外一款呢，就是最高到85折。那这个呢的原价呢是2980，大家可以一直接把它就是买越多，就是省越多，对的。而且这个有三个颜色，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你自己？我自己吗？应该比较喜欢绿色。哦，我就喜欢那个，那算是军绿色，对。哦，不错哦，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绿色，比较健康的颜色，不要啊，保护眼睛，对对对对对，因为眼睛近视，没错。那我们这个呢，也是在各个平台呢都有，就是可以买得到。那直接，因为我们是串越多越便宜嘛，你就可以直接在加入购物车之后呢，直接去看它折扣，哎，我可以折到多少？因为它真的是你串流起来的话呢，它是整体的这种感觉的，你会感觉到更棒，特别是户外，直接一个户外也是我的，也是我的这个什么，我的 KTV， 对对对，可以唱歌，环绕音响，对，或者是你的音乐厅有没有？是的，没错。那我们这个呢，哎，再跟大家讲一次，我们有拍影片，对，有拍影片，所以可以去看一下，对，对你都可以再就是再看一下影片，我们可以更详细的去了解它，你就可以去选择，对，就看你是想要这款还是这款。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我呢，我喜欢，其实我蛮喜欢这个的设计吗？外对，哦，然后可是这个其实也不错。我是喜欢你有讲跟没讲一样。我喜欢的这个是因为它因为这个如果就是对啊，放在室内什么就不错。对，可是这个很好听。嗯，好，算了啦，我就看大家喜欢哪一个，看大家喜欢哪一个。好，不客气。那像这个呢，我们就是也让大家有刚好听听看这一款。对，这款重低音真的很厉害。哎，欸，我们影片有播播看这个吗？有。好，那大家可以在影片里面就是详细的看一下，了解一下。对，我们
今天就先播这个而已。嗯、是，那我们这个呢，也都是他们两个都是有那个防水，好不好？对，防水不是等于可以泡大泡水，好不好？不要。哎、欸，我们就是就是下雨，可能突然有水这样泼进来，对，没有问题。对，我们还是要爱护一下我们的用品，爱护一下，对，因为毕竟你也是用钱才买的嘛，对，要保护人家，对。啊 ，Dennis 说他喜欢复刻版的，但是就不要就是。不能玩糖果了，食物不要乱玩，没有啦，不是话不要乱说，那个糖果不是玩的，但是想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震动是多大，对不对？没错，其实这个真的是在我们一开始拿到它的时候，然后就我们也有拍现实动态，大家就直接说，哦，这个弹跳这个厉害了哦。好，那这是大家可以在影片里面再重新回味，那你也可以从我们的不管有时候可能在现实中它可以再看到的是我们这个活动优惠，但是呢还是要把握一下，有喜欢直接带回去，因为而且我们又是门市上面呢可以直接你可以连自己的音乐，直接连蓝牙连自己的音乐，你可以自己试听感觉，你可以直接来门市听听看，有喜欢直接带回去，看看他多震撼，真的很震撼。不过其实还蛮多，我自己就遇到蛮多客人是直接到现场说，欸，你们有展示了在哪里，我说哦哟，直接就算是这个木这个 E-Tay 章是直接而来的吗？E-XJ 是直接慕名而来的吗？没错，所以它的评价跟音质呢真的是蛮高的，对，蛮高的，大家都很喜欢，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来试试看。对，没错，那我第一次拍那个影片的时候啊，是第一次就很想要买回家，我知道对不对？我第一次就是连它的时候啊，我就放下去，它重低音真的很强，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重低音的东西，所以我听到就觉得这个好赞，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平常都听什么音乐啊？就随便听，随便听吗？欧美的还是日系都有啊，欧美日系，我们然后全球都爱，好不好？对，没错，什么都听。那当然，如果你有喜欢的音乐呢，欸，你直接先存在你的手机里面，直接或者是其实现在 YouTube 很方便，就直接连，然后蓝牙连，就直接播，你就可以直接试听带回家，你就可以来我们门市。你要再来门市试听，好啊，可以，你来门市试听，你还可以玩那个赛车，可以玩赛车，哎，电动滑板车，滑板车，对，对的。然后呢，你就可以有喜欢呢，就是可以把它直接带回家啦。没错的，喜欢就带走，有喜欢就带走。对对，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些那么多的活动呢，哎，其实都会一直推陈出新，所以呢，大家好消息要分享出去，记得帮我们分享哦。我们等一下会有个小游戏的时间，我们等一下会有小游戏，所以呢，大家赶紧就是分享起来。有亲近朋友就是分享一下直播，没错哦。我来偷偷瞧一下，现在大家分享到多少了，好不好？我们来偷偷看一下，看一下哦。这个真的很棒，没错。因为现在有些什么，就是大家都会去外面聚会啊，就是有些也像现在疫情一样，野餐现在可以了，现在也可以了，因为现在好像可以不用，就是出去好像可以不用戴口罩，对不对？哎，对哦，可以哦，就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去外面嗨自嗨，然后可以就是对放音乐，放音乐好哦，对，自己嗨嗨起来。好的，那像这个音乐有很多很多那个。就是音乐不同的东西嘛，然后你比较喜欢重低音的，或者是就是或者是比较抒情的，其实你只要播出来，你都可以感觉到那个音乐熏陶。我个人是很喜欢在半夜的时候，就是在那边听音乐，就很舒适。而且我也觉得，就是蛮多人，就是除了那种会去野餐啊，或者是露营啊，你就可以有一个音响放在旁边。整个气氛就有了，有没有？然后呢，你的后车厢再放上那个电动滑板车，哦，你整个就是，哦，那什么露营达人，对，然后野餐高手，真的，人家一看就知道，哇，这个是高手，这个已经很常在露营，这个东西都具备了，说不定还跟你说，你这个音响哪里买的？我会在，哎，你们高雄人哦。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说，就可以来南子啊，或者是哎，你要去台中也是可以哦。或是有的人其实像过年啊，或是旅游啊，其实都会跨县市，你也可以跨县市。路过的时候，你就是把我们这边当来看一下，对，因为我们这边现场是可以玩赛车啊、飞行啊，对，所以其实就是可以到一个地方来玩一下。这附近也是地标，对，是有地标。对，说到打卡。Google 地标我们是有的，好吗？对，大家可以来，对，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Google 上下面给我们五星好评。对，这是在门市，我们有那个 QR code， 你就直接扫一下，你就可以
评论我们了，嘿，对啊，希望大家给我们五星好评支持。那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先私讯或者是跟门市联系，好不好？那大家都可以就是把我们这边当成一个地标，直接来玩，好吗？真的很棒，真的很棒，露营达人、野餐高手就是很适合这个，因为它是户外、室内。都很 OK， 室外室内都可以用。对，因为你说啊，我就不出门，我不喜欢出门，没关系啊，这样子在家也很好啊。那你追剧，你追剧比较那个放对，就那个什么宋仲基在你旁边讲话，你很会哦，你真的很会哦。那个声音，那个欧巴在旁边讲话，欧巴在你旁边讲话，或者是哎、欸，那个什么欧尼啊，对不对？对，欧尼在旁边那种最喜欢谁？嗯，我韩国的话喜欢哎呦，国民女神，超可爱，对。没错，还是你要拿这个去放你那个讲话给人家告白，有没有也是可以，因为他的声音就是很赞。哎、欸，你好聪明哦！对，不敢告白，你就叫这台帮你告白，先录。而且你可以，因为串流很多嘛，对，所以你就可以这边这样串一台，然后声音就直接放出来，放出来。而且他声音音质又很好听，所以不用怕说什么破音什么的。哇，真的是看多会制造一下你那个机会嘛。对，那大家就是可以直接就是拿着你的音乐啊，直接来我们男子门市直接连线，直接试听，好不好？最高就是享八折，串越多越就是越划算。这个没错，像这两个我其实都觉得它真的是很不错，特别是那个这边只玩糖果，感觉到它的那个重低音的震撼感。对，其实它旁边这个设计还蛮漂亮的。对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真的。它摸起来毛毛的，那它其实它的外形质感就是真的很不错，它质感很好，近看你就会更看到。它这边还有是一个就是这个设计那个，对，它的这个 logo 在前面，然后后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对，它后面它这个就是看一下，对，平常就是充电。对，按就是平常就把它塞好。嗯，对，因为像是这个，对，因为这里防尘之外，这也是这边里面就不要碰水了。对，所以平常就把它盖好。然后这边呢，就是它都是一个浮起按键，都可以直接这样按。对，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是非常好，这是按键哦，它是可以按的，就是这边是那个音量增减这样子，然后就是一直说他也喜欢 IU， 真的 IU 就是国民女神，对，可爱的这个 IU 女神，国民妹妹超可爱，她也是国民女神没有错，她就是人美心也美，善良又可爱，对，好，这个也是啊。你知道他也是善良又可爱吗？价钱善良，然后又可爱，价钱也可爱。他声音又好听，声音又好听，然后长得又好看。而且对，你想到他的声音是宋仲基就宋仲基，你想到他的声音是 IU 就 IU。还有两个颜色哎、欸，对，他们就是白色跟黑色说出来的这个都是的可就是可爱的帅气的。对啊，嗯，让你越听越喜欢。那也有语音助理随抠随到，对。人家下面有个小小脚，就是可以放着，对，放着就不用怕说会去沾到什么东西，那些放。没错，好的，那我们这个音乐的 part 结束之外呢，哎、欸，大家我们平常呢，你们家里有没有养可爱的狗狗、可爱的猫猫，或者是鹦鹉啊、小兔子啊，还是或者说家里有可能比较小的小朋友啊、小婴儿？对。欸，那你就会需要我们这个网络摄影机，对，就是 TP-Link 的网络摄影机。对，看一下这边图在这边，没错。那它这一个呢，就是这个网络摄影机，它总共呢有三种的外形，但是它有六个型号，欸，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只是说，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优惠。那你现在只要选购 TP-Link 网络摄影机，我们就即刻去想这个记忆卡的加购价啦。在这里，记忆卡在这边。是的，直接选购这个记忆卡的加购价。嘿的，那我们这个记忆卡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容量，好不好？那这个不同容量呢，就是都可以给大家自己任选，好不好？任搭的，我们这个记忆卡的规格总共就有八种任搭。那摄影机的外形上有三个，只是说像是这一个呢，就有两个型号，好不好？那这个也是两个型号，哎，总共加起来就是有六个型号。型号你可以自己去看你比较喜欢，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对对对，没错，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对，那我们这个记忆卡呢是八种规格任搭，对，那就是有一个加购价。这加购价呢，贴出来稍比较多一些，但是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网或者是在官方 LINE 可以直接连结，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每一个容量的加购价是多少，然后再依照你们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你们要的记忆卡这样子。是的，没错。那像不同款呢，我们可以稍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齁。首先呢，像看这一款，这款是 C100 的家庭安全防护。那它这个呢，就是有 1080p 的 WiFi 网络摄影机。那它在这几款中呢，它也算是，我觉得算 CP 值比较高，可以入手价比较便宜一点，好不好？然后呢，它也是有 C110 的。那我们再看 C200。这个应该是200的，是的，对，这是200个。那 C200 的话，它也是1080p， 那它呢是有一个双向语音，是可以跟他讲话的吗？是吗？是可以这样子对话，对，双向语音，对对对。那它是可以旋转式的，它这个头部可以看这边这一个图，我们帮我们修到前面一点点。对对对，它是可以就是旋转它那个头，那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晰，比较清楚。对对对，那它这个有 C200 跟 C210 的。型号那稍微不太一样，那 C210 的话就有300万画素。那第三个就是 C320W， 欸，这是 C200。对。还有一个是这款，对。这个。对，这款。那这一款呢，它是更针对是在户外的，好不好？它是户外安全网络防护，那在也是 WiFi 摄影机。在另外一款 C310 的话呢，也是有夜视。夜视。就是夜视是不是那个逛夜市的夜市，是晚上的时候，它可以拍的更清晰，好不好？让你就是可以在夜晚的时候也是可以清晰的看到。对，就不要怕说因为晚上太暗，然后看不到东西这样。没错，没错。那像这样子的话，总共呢就是有6款可以任选。那外形上你就可以自己挑选，或者是主要因为毕竟监视器嘛，你可以去依照它的功能性去做调整，就是选择。对，就看说你们比较需要哪一款，就是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可以用那种就是会旋转的，因为小朋友会乱拍。对，那如果像物也是对，没错，你就可以稍微就是旋转样头，那就会比较适合像 Dennis 在问说，放房间比较适合哪一款，就会比较适合哦。对，那像是这一个呢，就会比较适合在户外，因为它就是比较也是雨天还是什么，会比较适合。他说会不会被他的猫拨在地上，那你可能就要放高一点，或者是把它就是粘好。对对对对，放房间应该是这款，其实 OK 啦，而且其实我觉得猫咪嘛还是什么，他们都就是如果有常在看一些宠物的影片，他们其实都会这样子看一看，他们看完之后他们才会，对，他们其实也不好像我很少看到他们会在那边拨它还是怎样，对，就是看一下就感觉就是就走了，感觉就好像猫猫狗狗好像也知道那个是看得到他们，所以就不会去乱动。怎么现场就有那个饲主开始摇摇头，想说没有，我家猫超爱乱拨，开到手就拨下去，就拨下去。好，那没关系，就是你也是要先，你只要有它，你就可以在远，你就可以看得到，好不好？那就是一个 WiFi 网络摄影机。那现在选购的话呢，就可以即刻去享有记忆卡的加购价啦，而且这记忆卡也是就是在我们市买的，就是不用怕说是那种像夜市买到的之类的，对，就是它也是有保障。对，你们不要去一些就是比较没有保障，你可以在我们这边米特这边买，就是整个保障都很够，然后任何你想询问也都可以来询问，也不会说我今天跟某某店家买然后哇就不见了，好不好？我们女生都一直都在，好吗？没错，对，大家就可以在这边选购。你只要选购网络摄影机，记忆卡也是一定要的，你就可以趁机选购，一起选购。对，而且就是会有一个加购价，没错哦。那这几款呢，就是都可以大家任君挑选啊。那比较完整的就是加购价的价格呢，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我们的官方平台，或者是直接洽询，或者直接到现场看，你都可以直接做挑选。好的，那我们这边呢就有这几款可以选择。对，那我们也把这个连结呢也是附给大家，对，放到我们的留言区那边，大家可以点进去看看。猫有的很手贱，对，猫咪真的有时候不知道在想什么，那个拨那个水啊，然后推那个把东西，然后推到桌子底下，而且他们明明知道那是错的，他们硬要拨，不知道为什么。猫咪真的是让人很难理解。对，有些宠物就是这样啊，就是很爱闹，但是它其实看看就是看大家怎么教。对，狗狗可能就不会，狗狗会怕。狗狗就比较。这样让我忽然想起，就是名叫哈士奇的狗狗。哦，哈士奇好像没在听。哈士奇很白目。对。
太可怕了。对，因为如果是你就是有点担心需要远程看的话，你都可以用网络摄影机，对，好不好？你就是都可以看得到，那你就不用担心，就是你就随时就可以去拯救一下你的东西。那、啊、我说猫咪这个手贱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下。对，但如果猫咪就是嘴巴乱咬还是什么这种嘴贱的行为，可能就没有办法，你就只能收拾。对，啊，你之前像这个语音的啊，我之前就看到有个影片，就是那有人家人家狗狗就很白目，就是会咬一些东西，就是把他们家什么沙发拆掉，或者说把他们的桌子用乱之类的。然后那个主人看到，因为主人因为用手机就跟他大尖叫，对，主人就直接用那个语音跟那个狗骂狗狗，你在做什么？就是骂他，然后说我要把它煮成什么狗肉之类的，好笑。我之前看过一个影片，我觉得蛮好笑，就是滴滴滴滴就打电话，喂。请问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场所吗？我想要那个安乐死我的狗狗。然后他说怎么了？是他有什么疾病吗？没有，就纯粹想拉屎。开玩笑的，好不好？开玩笑的。要爱狗，要爱狗，要爱狗，要爱猫。看到影片的。对，但是就是还蛮好笑的。对，就是好笑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对，好，那我们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PPLink 网络摄影机。那现在呢，你购买的话呢，就是即刻去享有这个 SD 卡的加购价。哦，你会需要对不对？要跟猫咪讲话，还是要跟狗狗讲话呢？对，如果是在放户外的话，是不是就比如狗狗流浪狗狗路过来，你就可以？是这样吗？流浪狗应该听不懂，你要忘了。其实我们也是有拍影片的哦，就是网络摄影节目，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你就可以直接搜寻一些关键字，你只要先到我们的主页，然后在那个就是有个放大镜搜寻的地方，你就可以搜寻，比如说你要搜寻 TPLink， 搜寻微星啊，你就可以把关键字打下去，然后就会有影片出来。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帮我们点赞一下，订阅一下我们，对，对，或者是就是其实我们也有那种播放清单，你可以直接看。哦，我现在就想看就是主机一系列。啊，我现在就想要看各种开箱。哎、我最现在就想要看那个各种影片，对，或者搞笑短片的，搞笑短片的，哎、都可以直接从播放清单就是任意的去逛逛。对，那我们除了 YouTube 之外，我们还有哪里是很常放影片的呢？大家很常看影片的地方 ？TikTok 什么的？对，没有啦，这边可以的。FB 还好哦，是虾皮比较不让我们讲话。好 ，OK， 我怕被吃，就是我就说 T 而已。好啦，那大家呢，就是还没有去就是订阅追踪的呢，还没有帮我们订阅，对，就可以看一下。那你就可以在上面看到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影片，有搞笑的，有开箱的，然后有一些比较怎样，温馨，温馨的吗？温馨的吗？好像没有拍温馨的，都是拍搞笑比较多。对，搞笑比较多。对，大家就是博君一笑啦。那大家就是可以看看影片啊，像我们过年期间就有蛮多，就是过年影片，对，过年的影片跟大家贺喜一下，或者是常见的一些新年会有的状况啊。对啊，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可以看一下影片。那也是不要错过我们的就是促销优惠的活动，我们有时候也是会用影片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给大家，我们不信不是民营账号，好不好？我们是给大家更多好的3C 商品优惠促销给大家，大家都可以趁机的去把它选购起来。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这次直播是给大家做一个懒人包整理，对，所以大家可以在现在就是狂看促销，但是也不要忘了，就是要记得帮我们分享，好不好？我们持续的分享，直播分享一下，直播分享一下，还有抽奖活动。对，我们的抽奖活动是要跟分享者一起玩的小游戏。那抽什么呢？是再给大家看一下，可能有人是新进来没看到。对的，季家的袜子。对，我们季家的潮袜有三种颜色，很潮，真的很潮。我觉得这个橘色很潮，这橘色有点好看。有分享的朋友可以帮我在留言区写上已分享，让我知道就是你有帮我们分享。一定要分享哦，没有分享的话，小编自己带走。啊，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小编是不是很想要？但是天气真的很冷欸。对，最近天气冷到我觉得就是，本来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想要穿凉鞋还是什么。凉鞋太冷了，怎么会穿凉鞋呢？现在这个天气就不行啊，就不行，就是都是穿长袜，完全不行。对，真的太冷了。然后呢，就是这么冷的天气呢，就是我们可以穿上我们的袜子，保暖你的脚脚。那我们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潮袜，好不好？对，潮袜，给大家一个潮袜，潮袜，没错，一次三双。而且我觉得它的厚度还是什么，真的是，它真的蛮厚的，摸起来是有厚度的。真的，我们就不完全的摸着，我们大家这样看就好了，好不好？这是季家的潮袜，而且我觉得其实就算鲜艳一点的配色，其实搭配起来也都是很好看的。对啊，然后就是黑色、灰色、橘色，对，然后颜色不会太奇怪，就是很好搭配。连那个这叫什么？
图案上面就技嘉的，然后一些它的印花，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文字英文字什么的，完全不会有，就是嗯，就是完全就是很百搭啦，大家都会喜欢，就是不会说有太奇怪的那种图案，是的，没错，很正常。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玩游戏的小礼物啦，对，我会抽，所以大家就是你要先帮我们分享，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多一点机会，好不好？对对对，就是大家先帮我们分享，分享等一下一起玩。一个多一起比较多的人一起玩，人多比较热闹，人多比较热闹啦，感觉很不错，真的。所以呢，不错，真的。我们呢就是优惠促销不要错过，大家在官网上或是官方 LINE 或者是 LINE 社群都可以加入一下，或者是有时候你在我们的一些社团啊，比如说高雄的社团啊，男子的社团啊，如果看到我们的贴文，你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对对对，你都可以直接。一键转发给大家，你的亲朋好友就是说，分享更多资讯，对对对，这是好东西跟大家分享。像我们整个活动啊，很多不断不断的告诉大家。那新春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们呢，直接自主性的帮我们分享了福箱，我们就觉得说，好哦，就是新年过新年就是要这样子玩，对，好温馨。好，那要怎么玩我们这一个小游戏呢？抽奖的游戏呢？很简单，你要先分享，对不对？你先分享，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玩的这个游戏呢，我们就来准备一个关键字好了，好不好？好，我们准备一个关键字，然后呢，大家在留言的地方呢，可以来打这个关键字，就帮我们一直贴关键字这样。对，然后呢，我们这边呢，就以我们看这边看到的为准，54321，然后拉一个分隔线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谁会是那一个又就是手速快，然后谁是那个幸运儿？对，就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冬天保暖暖暖心，暖心温暖可爱，三双可爱帅气，对，帅气潮袜，帅气潮袜，三双直接带回家。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它整个也都包装好了，对，它是包装好了。对对，如果你是想要就是没有要自己穿，比较我想要送给我喜欢穿潮袜的朋友，你也可以、就是、可以直接拿去送给朋友，直接可以送给他打一个缎带啊，直接就是也是包装的挺好，拿一个包装纸包起来，这么干枯的吗？或者是小小礼品袋也是 OK 啊。对，或者是你如果买就是来我们有机会来我们门市这边买的话，其实买多一点，我们这边也都是会有一个米特提袋，你都可以就是。使用，又实用又环保，好不好？啊、好，那大家有没有都分享好了呢？那么我们就是要跟分享者一起玩，所以大家持续的帮我们分享，那分享出去的话，我们就可以即刻来进行活动。有分享有机会哦。对，要先分享。如果我们人家就是你手速够快，可是你没有分享，那 I'm sorry， 对，没办法，不好意思，拍谁？对，拍谁？拍谁不？好坏？好。那我们来想一下关键字好了，好啊、你觉得关键字今天我们这一个是一个促销活动，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知道，给大家把握。那我们这个关键字要什么好呢？跟促销有关，跟优惠有关。嗯，要不然就来一个很简单的优惠好棒好了。好啊，优惠好棒，四个字好打吧？就是优惠好棒，再四个字。好，那我再来嘛。那这今天的关键字，我们继续。游戏关键字啦，好不好？游戏关键字是优惠好棒，就是我们四个字就优惠优惠好棒。这算这个很简单吧？对不对？很简单，四个字大家可以先打起来，有没有？今天的游戏关键字是优惠好棒。那优惠好棒呢？大家可以是帮我先打起来，优惠好棒，先打起来，对对对。然后记得分享，记得分享。对，你如果还没有分享，要记得赶快先分享起来。对，没错，就像场字这样子，优惠好棒，给它打起来。哇，为了避免他就是跑不见，没错，我再把这个优惠好棒这个贴在留言区，大家可以用复制的或者开始打，好不好？对，复制比较快，好啊，复制比较快，对，好，打字也可以。我们就是来在留言区呢写上我们这个小编指定的通关密语呢，倒数53321之后，我们拉分隔线，以我们这边看到的为主，然后呢，你就可以。有机会，你手速过快，你是第一个，好不好？你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技嘉的潮袜一组三双，直接带回家。好的，那我们小包可快了我一步，把我们这个游戏方式贴出去了，那我就不贴了。那大家的看仔细了吧，优惠好不好？四个字写起来哦，记得分享，然后再留言哦。来，优惠好不好？我们来倒数，对，五。还没有留的赶快留哟，分享的赶快分享哦。三，二，一，
拉分隔线。OK，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幸运得主是谁呢？我们幸运得主优化棒，嗯，力哥，恭喜力哥，速度很快呢，手速很快呢。所以是分享吗？你有没有分享呢？有分享吗？李哥有分享，李哥有分享， okay， 有分享，那就恭喜你得到这个桥蛙。哎，这个真的很棒，李哥有分享吗？看他的印花真的是，哎，产值说恭喜，对，恭喜你，有观测优惠，好棒，太棒了。你知道这种秒差有时候真的是，秒差有时候真的是会让人觉得说什么，就差这么一点点。好，那我们恭喜李格，那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冬天保暖潮袜，自己这边加上它的名字，季家的好不好？季家的潮袜，让你这个冬天温暖你的心，温暖你的脚脚，温暖你的脚脚。对，那记得要私讯。哎，最近真的很冷，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保暖，多喝热水。直男多喝热水。没有啦，可是我真的觉得多喝热水真的是一早起来蛮温暖的。我早上起来就是先来一杯热水再说。不客气，那你可以来门市领取，也可以直接私讯看你想要什么联络，好不好？好，那我们先把我们的潮袜就是放旁边。放旁边让他休息一下。对，准备就是等一下就是你的了，好吗？等一下就是直接可以就是跟他联络，他就是你的了。好的。那我们这边呢，就是刚刚我们在讲什么 TP-Link 的网络升级，即刻就有加购价，给大家不要忘记了，连结先给你们，就是我们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下，再给你们看一下哈。对，这个，那我们是有三款的外形，但是还有总共六种的型号，你们可以就是直接看看你比较想要哪一种的规格去做选择。对，可以到门市来看看。对，你也可以在线上选购，都是 OK 的。对，都可以。没错，那记忆卡的话有八种规格任搭， 16G、32G、64G、128G， 这么多都可以让你随心的看你想要，看你需要哪一个款。对对 对， 对，其实它价格上也都是因为有加购价，蛮甜的。加购价很甜。对，你可以直接往上选择，很就是够用。对，好的，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还要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门市限定的活动，好不好？门市才有的，那也给大家就是先晒一下我们的门市据点。刚刚一直有讲到男子跟台中的门市，那哎，你要来门市看喇叭训练领 ，OK OK， 这是最好的，你就一起领，然后有看到喜欢的或是。欸，现场有些可以体验，或者欸，有些键盘啊什么的，或者滑鼠，直接试试看，可以来试打，都可以直接试，就是选购，或者是先试试看，或者耳机也蛮多客人是来到现场试戴，直接戴戴看，然后选择一下自己比较喜欢的，不管是手感啊，或者是戴起来的感觉，对对对，没错。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欸，算是实体门市才有的一个好康。对对，而且你来到门市的话呢，你还是有一个键盘、滑鼠垫、耳麦，还有喇叭，我们会有全系列95折，全系列95折，95折，全系列95折，就是刚刚到的那个键盘、滑鼠垫、耳麦跟喇叭，这些商品全系列95折。是的，而且再告诉你们一点哦，就是特定型号有贴标的，我们上面会跟你说。欢庆新春啊，春暖花开啊，恭喜发财啊，那不会啦，就是上面有特别贴标，欢庆新春，然后特价多少钱，或者是特价优惠多少钱，这些呢都是一个直接给大家一个很不错的贴标，更优惠的价格。对，那我们把这一个呢就是贴在留言区给大家，所以你可以到门市来看看，那种可以去挖掘一下有没有贴标的商品，然后那边喜欢的话就可以给对，或者是其实因为你基本上我们全系列95折，对，所以各位可以直接先选购你喜欢的，然后我们再95折享受一下啦。对啊。好，那我们试睡点呢也都是贴在留言区，大家都可以直接看。有男子店，然后冈山店，还有我们台中的。对。对，你也可以其中用 Google 地图直接引导地图，直接带着你走，直接搜寻都会找到我们。没错，而且其实附近呢，像是男子门市旁边就是停车场，还两个大的停车场，对，两个停车场，对，所以就是非常的方便。那像其他的话呢，附近也是有停车场，只是那边呢，因为毕竟像是有一就是像冈山前面，它就是算是美食很多的地方，所以可能人车比较多一点。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是可以停到比较旁边的一些街边停车场啊，或者骑摩托车来啊，
都是会比较在更方便一点。好，我们一样持续的分享哦，我们好消息要分享给所有的人知道嘛， 对不对？好消息跟好朋友分享。没错，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的地点，直播间，男子，没错，是男子门市脆皮店。对，在男子这边呢，我们附近呢，就是也是有很多好吃的，好吃的东西。对，没错。像我在我因为我上、我上班的时候骑过来，会经过，就是有火鸡肉饭，对，嘉义火鸡肉饭吗？然后说到火鸡肉饭，我就想到，因为我看到新闻，然后就是说现在火鸡短缺，没有火鸡，对，然后就是现在火鸡肉，火鸡肉饭店的，就是店都会加鸡肉，因为火鸡短缺，所以只能加鸡肉。原来如此啊！对，但是火鸡跟鸡肉都。因为我有口感可能会差吧，我觉得要有差。对，因为火鸡吃起来比较有嚼劲。好的，那各位美食饕客们，对，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那个男子美食地图吗？对，其实你可以按着这个地图，附近可以逛逛，附近逛一下，因为有很多吃一吃再过来玩，或者是玩一玩之后呢，或者是你要骑，你要试骑我们的那台电动车去买东西也可以。那我们这附近呢，就是其实有蛮多店家的。如果你是喜欢吃叉烧馄饨啊，我们附近也有什么好味叉烧馄饨，那也有像是什么阿甘的日式盖饭，喜欢吃日式料理的朋友。对对对，然后像我这刚好前两天才去，我们有那种浓泰式料理，那是刚好前两天才去，它就是泰式的，对，它就是有什么打抛猪啊、打抛鸡啊，然后我自己前两天点的是酸辣面。好吃吗？酸辣我自己还蛮喜欢，因为我不太喜欢太辣的，它一定是可以再加辣啦，但是它纯粹直接这样点的话呢，是算不辣，对，但是呢，就是我一点点，然后我是喜欢那个味道的。那你如果比较喜欢吃辣的话，你可以到那边的浓泰式料理，你可以直接再跟他说啊加辣，因为我可以，因为前两天刚吃的，口感还记得很清楚。所以那个，如果你是喜欢吃辣的，直接给他加。对，如果你是无辣不欢的，就加辣一点。对啊，如果你是不太偶尔喜欢酸辣感，但是你其实不太吃辣，就像我，那我就会直接点，不用乱加。哦。然后我们有一个店员直接的告诉我们说，三妈臭臭锅，我知道你在讲哪里，你在讲冈山门市，对不对？直接对面就是三妈臭臭锅，撞到自己的。那应该很香吧？下班走出去都很香。可能在那边会很常想要吃那个三妈臭臭锅吧。好，峰姐帮我们分享了，谢谢大家，我们持续的分享哦，我们持续的分享，我们把好东西，特别是现在在讲食物，大家最爱的，好不好？我们赶快分享出去，对，大家一起来聊聊美食啦。我们除了3C好东西啊促销之外呢，聊聊食物，我们也是挺喜欢的，食物是大家的好朋友，对，食物是大家好朋友，而且其实这附近真的是很多刚刚讲到什么日式，对，还有刚泰式的也有，泰式，对，哦，而且。也有像是 Subway， 我 Subway， 然后还有就是江香港式，好不好？港式的这种菠萝，那种菠萝包，江香就是好吃。如果喜欢这个港式饮茶风味的人，你也是可以选择。那也有像是早午餐店也是有啊，安地厨房啊，或者是喜欢吃披萨的，我们这附近也有日落的手做披萨。哇，是意式的吧？这样说起来，到底有几个国家啦？好多哦，有台湾的吗？对啊，叉烧馄饨算是台湾吗？对对，叉烧好像是港式算吗？哦，那我们这边附近也有豆花，豆花算是豆花台湾的，台湾的吗？对，豆花是吗？台湾的吧？是吗？啊，不管了，我们的肥叉就是台湾的嘛。我们有台湾，然后Subway应该是欧美的吧？哎，然后披萨是意大利的，几个啦？你这样算几个了？这样。三个，然后再加日本的日落披萨好吃，有没有立刻掉出饕客了？六个了呢，很多呢，可以来男子店就可以吃到六个。其实这附近真的很多，对，很多饮料店也很多，真的饮料店的话，附近有什么一木日啊，雄心茶饮啊，还有什么？还有个新的什么，我就忘记 drink store 吗？就是什么喝，我不忘记了。没问题，饮料店非常多，大家在附近大家去逛就看得到。对，豆花好吃，豆花好吃吗？好的，来，大家一定想说那么好吃到底在哪里？对，给你们一下我们的门市据点了，好不好？还有地址的部分。对，然后呢，当然我们来门市除了附近吃美食之外，不要忘了我们该的就是键盘、滑鼠，还有滑鼠垫跟耳麦，跟还有我们喇叭。
对，都是有全系列九五折，好不好？贴标的呢会有个甜甜的优惠价，对，没错，贴标商品会更加优惠，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再更把它把握起来，好不好？你那可以在，如果是像想要选键盘啊，想要选滑鼠的朋友，或者是诶，其实我好像键盘滑鼠都有，但是我想要换一个新的耳麦的话，对对，像前阵子就有一个客人呢，他就是直接来到现场，他就是一边看着，就是他已经有网络先找好，但是他找我们现场好像可以，就是有可以试戴的，所以他还是来到现场来买，直接试戴起来看看看感觉，而且其实因为不同价位的都有，所以你也可以依照你的预算然后去选择，也都是 OK 的。对，甚至像是你看我们这边桌子这边，它这个是 TT 的，它这个 RGB 灯光，有一些呢就是 TT 的耳麦商品啊还是什么，它其实都是可以做串联的，那你就是可以一起闪，一起呼吸，好不好？一起发光，没有。对的，那我们这边呢，就是门市呢是有这么多好看的商品，你也在现场在选购。那除了这门市的商品之外呢，我们今天除了给大家促销优惠的内容之外，也是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门市有什么新品，好不好？门市的新品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那我们首先一开始看到的呢是滑鼠，滑鼠好吗？是滑鼠啊。后面的4090是有在卖的吗？有吗？不止有在卖，还是现货可以买回去的哦。对，好，那我们小朋友也跟我们大家讲了一下，就是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你们的美食地图啦，对，可以来附近一边吃东西，然后直接打卡，就是你比如说你买到这个战利品，然后你就可以在你附近吃，可能吃着面啊或什么，然后在面那边 对你就是直接就是拍一张美食照，跟这个就是说来这条街多好啊，我可以吃美食就可以带这个优惠的商品回去，没错，真的啊。那像我们先来看的这一款呢，是华硕的滑鼠，三模光学滑鼠，无线的三模光学滑鼠。对，然后它是蛮轻的，它是轻量的。对，可以说它不只是蛮轻的，它是非常非常非常轻哦，因为有盒子的关系，它应该是里面是超级轻的感觉。它这个你，因为它里面一定会有保护它的，那有没有把它拿掉之外，它真的是超轻，它只有54克，而且是无线的电竞滑鼠哦。没错，我们专业玩家也都是有给他测试过，这超帅，真的，这真的超帅。他这个呢，就是有这个36000 DPI 的这个 ROG 的光学感测器，那也有三模连线，那也是无线的技术 ，RGB 的微动开关，五个可编程的按键，哇，然后也有最佳化的这个滑鼠设定，都是非常非常好用的，而且重点是它真的非常轻，它真的很轻，它真的很轻欸，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轻，它就54克。但是因为我们现场它现在在盒子里面，你把它拿出来之后，你就感觉它更轻。对，虽然它虽然轻，但是它是无线的电竞滑鼠。哇，无线的就比较方便，就不会有那个线那隔来隔去。看来你是比较喜欢无线的产品。对，无线的比较好用。对，你可以打造就是一系列的耳麦，我要无线的，然后那个键盘我要无线的，然后。来了，滑鼠也无线的，来了，买无线的，全部都带着走了。对，全部都无线的。但是忽然就是换零食，就是要立刻出门，全部都无线的，全部都直接带着走，你不用再拔线的。很方便欸，真的也是挺不错的一种款式欸。真的。好，那我们把它的这些一些内容呢，也是贴在留言区给大家。当然，也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门市现场呢，你也可以直接选购它。那当然，你在网络上选购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这个是有三模连线的功能。就是有线 USB， 然后低延迟，2.4，是的，然后蓝牙，好，hey， 可以跟三个装置进行没错，那你也其实就是可以，就是直接使用它，你就可以直接无线的电竞游戏直接给它玩起来，对，而且低延迟呢，但是它是有很可靠的无线的功能，还有一个优异的电量，你就不会想说哦，就是。会不会电量不够啊还是怎么样，那个续航不够强啊，不会，它呢就是 ROG 的嘛，对不对，大家直接光是看到这一款你就知道它是有多么的好用与方便啦，而且呢这个速度呢还有整个轻量化的打造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对，那它的这个价格呢是4990，那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对，新品，而且其实我觉得它的颜色还蛮好看，它是 Tiffany 绿吗还是蓝啊，我觉得它有点蓝绿色，蓝绿色有点 Miku 的颜色，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什么意思？ Miku 是肉吗？
没关系，他是一个虚拟人物哦。对，你有没有听过初音未来？哦哦哦，有有点他的颜色，好不好？放在你的就是桌面上，跟你的模型公仔一起，就是很搭配，好不好？这个里面呢、啊，他好像会送你一个图腾防滑贴，就是你可以贴在、贴在旁边这边哦。对。你可以就是再多一个，就是因为毕竟每个大家贴的角度很不一样，个人化，是个人化的设计。对，那这个图腾防滑贴呢，你就可以更完善的呢去操控力，还有一个个人的特色风格，对，增添你的风格，好不好？你想贴别的地方是 OK 的。我们这个应该有拍影片，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好哦，那其实各位，我们真的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影片，虽然我们最近搞笑影片更多，但是我们也是有认真的、正经的，还是认真在拍我们的开箱影片。对对对，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就是回味一下，或者是我们最新的主机、真的很好看，好不好？对，对，真的现场真的是门市现场也都有展示非常多的主机、那有一些我们上面是加装的，那有些是本身自带的，那通常呢，我们就是会，我们还是会就是一一的。跟大家介绍，那你也可以自己去加装还是什么，你都可以打造自己的客制化的个人主机。对对对，我们现场的工程师都会告诉你说，这个是它本来就有搭配啊，或者是这个呢，你可以再加装什么风扇，或者是这个可以再搭配什么水冷管，全部客制化，你喜欢怎么样的，或者是直接帮你搭配组合。我们也是有一些已经打造好的，就是电竞主机，米特的电竞主机。对，已经帮你配好的，所以你如果我比较不知道我该选择什么，但是配好的，对对对，你可以选配好的，但是你也可以依照你个人的需求，对，去调整里面的一些内容。我们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电竞主机里面会看到，我们有帮他取很，我们帮他取很多很酷的名字，对，像是那个有非常多新的这个主机呢，我们帮他取的名字，我都觉得很好听的，又好听又好看的名字呢。像是有这个月神、月亮的守护女神阿提密斯，哇，好不好？银月穿心的电竞水冷机，这名字又好听，听起来就很人又好看，很高贵。是，那我们这个呢，新的这个主机影片，我们也都是有在 PO 的，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可以去 YouTube 看。对你有喜欢的，你也可以询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依照你个人的预算去做一些调整。月底的话呢，我们也是有一些分期的做，好不好？也是有啦，或者是大家有买福箱的朋友们，你们刮刮卡不要跟我说你们还没刮哦，啊，赶快刮了啦！所以刮一刮刮大奖，好不好？刮第一个奖就是那个特制化最大奖。好啦，那如果就算你不是用就是抽的，好不好？你也是可以自己去选购它，自己搭配，自己买来的就是更会有一种更会珍惜。没有啊，就算不是买也要珍惜。对，也是。好啦好啦，但是就是毕竟是自己。就是打造出来的，你一定会更加的喜欢，客制化专属于你，好不好？你都可以这样子去选购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继续看看其他的，这是滑鼠嘛？那前面这边我们有来到的是电竞滑鼠店，对，就是他们是一组的，对，一组的。那大家可以一组可以要就我们就一起带了，好不好？那这一个电竞滑鼠店呢是990，好，好，这个我们的塑胶袋。这样比较不会反光。好的，那这边有刻度，就是它这个滑鼠垫，它打开里面是有这种刻度的。好的，然后它也是一个大尺寸，对，大尺寸的。然后它是采防水、防油还有防尘的，没错，保护性的耐米，它涂在表面上，所以它就是比较不会弄脏。对，然后它摸起来是柔软的，然后有防滑橡胶底材质，所以它放在它铺上去之后比较不会容易滑动，因为它有。防滑的橡胶底材质，没错。而且大家有没有？我们就是这个 logo， 我们看到它很厉害，懂则懂，好不好？哎呦，可以下 logo， 我们赶快 look 一下啦。我们这个呢，直接就是联合一起，他们是合作的，所以呢，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电竞滑鼠跟电竞滑鼠店，我们就是在这边新品。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品爆发，好不好？真的，对你就是两个一起带回去，我们就是两个一起带。然后呢，它这个很柔软的这个橡胶底材呢，也是有3mm 的厚度，所以呢，它也是提供一个非常稳定，然后呢，也是防滑的一个基础，对，也有适度缓冲，让你在游戏体验上呢会更加的顺畅，对，然后呢，比较舒适，对对对，流畅的滑动跟你的控制能力呢就会。需要也要好的东西来做一个相呼应的搭配。
没错，没错。那后面呢，也是有再是4090、4080的商品。那也是有一个 ROG 的龙王三代跟白龙王三代的这个水冷，对，我们是带其中一款来。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先来看。哦，好，我们先来看4090，因为这是现场，就是直接现货有在卖的。对，正想说，我们先来看这个4090，立刻就说，后面有在卖吗？有有有，你们就知道是新品，你们的眼睛很利，好不好？是不是有心电感应？对对对，一讲完就好，那我们就跳个顺序，我们这个水冷等一下哈，好不好？我们先来讲这一个4090。好，那我们这一个呢 ,4090, 还有这个 4080, 这个两个显示卡现货在这里，直接开抢吧。好的，哇，好的，那我们把这个价格呢也贴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个灵感来自呢钻石、水晶跟几何形状。对，它是这个 logo 这边，大家看一下这边。没错，就是它的 logo 的概念就是钻石和水晶还有几何形状。没错哦，那它这个呢，新品来到现场，对，那也是一个就是显卡这个最新的，大家都很想要，大家看一下图，对，那价格呢也是有呼应到它的这个高品质，好不好？对，没错，那你可以就是终极平台就是由你现场来米特就可以打造出来的啦，全新串流多个处理器呢，最高有两倍的效能跟电源的频率，那还有另外一个是。第四代的核心，对，然后最高两倍 AI 的效能表现，没错，还有第三代的 RT 核心，最高两倍光线追踪效能表现，没错。那我们现场这两款呢，就是都是微星的，一个是 RT X 4080，一个是 RT X 4090的显示卡，爱了爱了，有没有？哇，眼睛都眼冒爱心了呢。好的，那这两款呢，我们目前呢都是现货，对，都是现货，大家对，所以它是就是比较高阶，这个价格呢是在4990，那跟一个是61990，对，6990的话是4090的，对，那这个呢，虽然它这个就是门市的新品，但是显卡这种东西呢都挺抢的，如果有喜欢，赶快就是私讯或者是留言给我们了，好吗？没错。好的，那这两个呢就是我们的门市新品，那在包含后面你其实看到的就是我们门市现在最新的新货，你想打造一种最新的最酷炫的电竞主机吗？就是现在的，对，就是现在新品，对，因为有时候这种商品啊，特别是新品都很强，好不好？对，很强，都很抢手的，所以各位就是可以赶快的把它给带回家，没错。那除了显卡之外，我们也会需要就是一体式的水冷，没有一体式的水冷。好的，谢谢。我们去搬另外一台。好的，那我们这个呢，水冷呢，我们这边呢也是给大家贴一下。哇，龙，这也是有两款。私讯小编了吗？好哟。好，我们这有两款，因为一款是龙王三代跟白龙王三代一体式水冷，我们来看一下下。哇，这个是白色的。好的，那这个业界最大的 3.5 寸 LCD 的面板，它可以及时的显示系统状态跟个人化的标志跟动画。哦，你想要放什么都可以。哇，可以放个人化的标志。对，像是如果比较喜欢花朵，你就放花朵。对，喜欢花，你喜欢动物的，你喜欢小猫咪在那边小跳舞，放就可以这样看。白色很好看，对啊，对白色真的很好看。近一点给大家看。如果你的主机又是整体打造的是那种白色，然后再搭配这 RGB 灯光，哇，那应该很搭配。哦，整体呢就是一个蛮亮眼的。我们其实主机的款式呢有很多。那也都有一些朋友们是直接来这边是直接说哦，我想要是白色的，然后大概想要怎么样子的灯光效果啦，或者我希望它上面旁边有透彻啊。其实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的需求就是把它分享给我们，那这样我们就会依照你的需求去帮你选需求。对对，如果你是我比较常在打游戏，我都玩什么什么游戏，或者是我都是做绘图，我想要它什么功能啊，你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都可以帮你做搭配，或者是你直接来就是我很懂。我要最新的，我要最强的，好吗？我们就是趁有现货的时候，新品现货又新又现货，赶快把它带回去。对，把它带回家。对，有点重，我们放着没关系。Okay. 好，然后呢，我们这个呢，
放早安图也是可以啊，就是每天早上开机的时候就可以说早安，早安，那个长辈过得好吗？长辈图，对，长辈图都是可以的哦，就是早每天的，就是一开机或者是回去一开机的时候呢，就欢迎回来之类的都可以，或者是哎笑口常开，说好话，对，哎说好话，哎做好事，哎都可以，好心啊、对，什么阿弥陀佛都行，好吗？对，你都可以，就是适合你的，就是在上面个人化的标志去做一个显示，或者是哎一些那叫什么近思语啊，或者是座右铭啊，对，或者是就是那个都可以在上面，就是依照你自己心意去做客制化，哎，个人化的设定，嗯，好吗？然后它搭载两个120mm 的高品质 ROG 的风扇。对，它可以提高我们的气流跟低噪音哦。没错，让你这个完全就是效能跟外观都是完美的，然后就不会那么不会那么吵。对，而且它是一体式的水冷，那也是让你就是整体一次完成外观实用都是很好的。那它的这个降低温度来降低它来提高它的这个效能跟稳定性，也都是这个商品呢完全就是会提供给你的，你会实际有感，好不好？感觉到它这个真的是又新又好用，对，而且又很漂亮，对，而且它就是我们门市现在新品，都是现货，可以直接购买的。但是因为现货嘛，都是在门市嘛，同时呢，就是会有很多人也可能到门市就来选购它，要买要快，好不好？要买要快，所以大家呢，速度起来，好吗？对，手速，速度起来。对，因为如果要打造一台个人化的主机，你会想要黑色的？还是白色的？我想要黑色的。你想要黑色的？因为我觉得白色可能有时候不小心会弄脏。哦，是弄脏的部分。也是啦，是没有错。因为毕竟，如果是白色的落灰还是怎样子，都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对对。那如果呢，你是有就是电脑有想要清理啊，还是什么这种需求，你想要整理，或者你想要更新，其实我们门市现场都可以帮你做一个检修服务，那也都会帮你就是评估一下你的电脑状况，或者是你想要升级啊什么，都是可以直接来做下去。当然线上也是可以，只是说线上毕竟我们还是有的东西还是看到你的实品，直接评估实体的机子会比较准确，所以拿过来会比较好。对，那在拿过来之前呢，你也都可以先跟我们联系，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先联络好，我们再带来，对，会比较方便，好不好？那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网络上就是做一些挑选组合搭配，其实因为现在是线上真的很方便，不管是官方 LINE 或 LINE 社群或者是私讯，你都可以是一直来跟我们小编洽询，在网络上直接配好直接送到家，也很方便，你不用出门。对啊，现在大家都那么宅，对不对？没有，对，大家都是在家宅男女神啊。对，过年过年有出门吗？过年有啊，逛夜市，逛夜市，对，人挤人呢、啊、对，人挤人。现在这种最近就是很人挤人的地方，应该如果以高雄来说的话，莲池潭应该是普通人的。啊，对，这个莲池潭很漂亮。我看兔兔已经收起来了。哦，真的吗？我对啊，他就那个，他是小红吗？还是他是？他是小轰，然后感觉像被拉起来，然后就、oh. 那个原作者那边还有放照片，就是有一点，就是有点可爱，像是兔子被拉耳朵一样，好好笑，真的是很可爱。但是就是过年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你还可以在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逛逛。就我们刚刚讲到门市嘛，那你就可以来门市逛逛。对、啊，那门市的地址我们再贴给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非常多的商品都是有全系列95折，包含了键盘。华叔，华叔，华叔店，然后耳麦跟我们的喇叭，没错，全系列95折，全系列95折，直接把我们这里当景点。对，就是打卡拍照，拍到耳机了打卡，对，拍到耳机打卡，然后呢，直接就是到现场，你还可以玩我们的，如果男子门市啊，赛车门市，对，或者是飞行都可以现场，还有我们刚刚那台。不是喇叭，玩喇叭是不是？什么意思？喇叭也可以，你要选喇叭了吧？喇叭也可以玩。好，你可以玩那个电动滑板车试骑看看、啊，对不对？试骑，对，你也可以现场看哦。怎么说呢？其实很简单。嗯，现场他今天第一次玩，我第一次玩，这第一次玩，立刻上手，好不好？立刻上手，又实用又好玩。特别是这种出去旅游还是什么，或者是有时候可能会喜欢去文化中心的广场，嗯，路很大，骑一下兜风凉凉。对啊，回头率很高，回头率很高，而且要天天价哎。打两个，两个可以打折哎，有天天价，两个可以天天价，2万多块。一台我们做折扣，两台我们做更甜蜜的甜蜜价，好不好？我们再把这一个9号电动滑板车的这个甜甜价贴在留言区给大家，
就是赶快就是连结也给他送过去。哎，这个活动呢，对，我们这个电动滑板车就是一台特价，两台更划算。对，那活动就是到2月底，但是呢，毕竟我们就是先拿到现货，先拿到先享受，你就是会比较快的去体会到这个快乐的感觉。所以呢，赶快把你的快乐带回家吧，或者是门市的新品，你有喜欢可以直接私讯我们小编，或者是网络上你先看有没有下单。通常这个因为抢得很快，我们通常是不一定会有上架，你直接下询比较快，可以直接私讯我们，或者是你有想要找其他的商品，你也都可以下询看看，因为有可能是还没上架，或者是刚好卖完下架，那可能又有货又补上去，不一定。直接洽询是最快的，对，就不用怕说可能落空，也可以直接打电话也是 OK 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促销商品跟大家介绍，新品，然后还跟大家玩了游戏。对，好，那我们下周呢，也是来跟大家玩游戏，怎么样？哦，好像不错哎，好啊，好啊。那我们这个呢，在这么多的活动呢，在官网或者是官方 LINE， 你都可以就是找得到，那洽询小片也是 OK 的。对，那各个卖场也都是有陆续会一直设定好，就是新的促销活动，所以大家都可以把握一下，有机会也可以来门市玩。我们来门市玩，不要忘了就是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呢也可以打卡拍照，拍限动啊，可以给我们啊，当景点了，对，当景点了，附近好吃的吃起来。对啊，刚刚讲那么多好吃的，还有可以吃到六国的那个，真的是六国，刚刚是我们是现数的哦，现场数的泰式、意式，叭叭叭叭叭，非常多。好，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在大家就是直播上面看到非常多的活动优惠跟商品，还有美食大讨论。对，美食好可能大家都最喜欢美食了。对，我就看到那个讲到美食，问大家说哪边好吃的都开始介绍起来了。还有刚刚那个玩糖果的部分。诶，玩糖果的部分，对啊，想要吃火锅，刚三门是对面三妈臭臭锅都可以玩起来吃起来。真的。好东西买回家，线上选购也是可以的。都是这么方便，因为现在过年完了，宅配可以上班了，大家可以开始，大家可以开始买，然后赶快收到了。好，那今天的直播呢，就差不多到这边为止。那我们下周二晚上八点再见喽，拜拜。谢谢你们大家，我们今天到这边。